是不？哎，您先聊着啊。怎么样？俩专家先别走、啊。有客户吗？有多多。是吧？行了，挺多。一会儿分你点啊。不是分我点，是我甩给你一点。行行，好吧，行。这年头的买卖好干，我跟你说吧。哎呀。你先不要说话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有气质？还行吧，说实话，有。你觉得我除了有气质以外，是不是皮肤还特别好啊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跟你说啊，世界上的化妆品全用过，是吗？不管用。啊，听人说这个茶水啊，可以对皮肤好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那您给我介绍，我喝什么茶呀？喝什么茶？我先问问您岁数。干嘛呀？嗨，我们做一个记录。十八的，都用遍了世界的名品了哈。有钱。行业。这可以保密吗？体重。120。120斤，想18岁，想保养皮肤，花茶。花茶？对，茉莉花。这花我知道。嗯，你看那花儿都谢了，你看那孩儿都哭了，你知道我会永远永远等你给我的回答。让我们忘了那片海，让我们来世再重来，让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。你看那花儿都有病吗？您唱的花茶即兴啊。哎，我这两怎么样唱的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就喝花茶就可以。花茶啊，多少钱一斤？2000多块钱。2000多啊！你先买10斤，敲诈呀，大婶儿！你什么眼神儿？谁大婶儿啊？那大姐，你等会儿。师傅，花茶。是，眼神不好，喝什么茶？多买花茶。有人说多喝茶呀，对这个美容是有帮助的哈。想问问两位老师。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？确切不确切？嗯，应该说茶里面有一些保健元素是对人的美容有一定的帮助。哦、那么我们美容呢，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年轻啊，保持青春，延缓衰老。在这一方面呢，应该说茶很有帮助，因为茶里面含有维生素 C， 啊，还含有维生素 E。大家都知道，很多这个女性护肤啊，都要用到这个有维生素 E 的这个产品，啊，就是帮助我们，这个延缓衰老。而茶里面还含有一种很独特的物质，就是茶多酚，因为这个多酚类物质具有清除自由基、延缓衰老、抗衰老的作用，抗氧化、抗衰老。而这个多酚类物质呢，不是说哪哪都有。咱们茶里面恰巧有，啊，那么所以喝茶呢，就可以通过。把这个茶多酚泡在水里的方式啊，摄取茶多酚，帮助我们抗氧化、抗衰老。哦，这么回事啊！这个女孩们留神啊，想美容、想漂亮，多喝花茶，多喝茶水，这确实管用。我们街坊有一大爷喝了一辈子茶水，哎呦，那个牙那个黄啊！你听见了吗？你是男的，多新鲜呢！花茶呀，花茶。还有黄瓜片敷脸上就可以，敷脸上就可以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西红柿不用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快走。那个买，我买多少斤？这十斤，买10斤啊！隔壁交钱去，隔壁交钱去。